欢的，要找比较高档次的这一套可以带走哈。那么它整体它带出来有一些颜色啊，它是比较欧美风、老钱风那些款式来的哈。一套不是一套啊 ，OK， 先介绍上衣。上衣是 ATH 五十，价钱是119，裤子的裤是 APJ 33，价钱是159，价钱都是有厂家规定必须要卖的价钱。整套负一的来，裤子也是负一的来啦。来，上衣是119。OK， 整件面料是棉麻面料，其实它棉麻这个棉麻，它不用做 lining 已经很好了，因为它这个很 soft 很柔的那个麻料啊。OK。它的面料是很 soft 很柔的，就像之前讲的，基本上 premium 厂家他们用的 lining 啊都是很好的，滑滑的就对了。 OK， 里面是它的 lining 是很滑，加上裤子一样是布衣的 lining， 它的裤子 more toward character， 整套就整一套嘛，整体穿起来它就是有那种很欧美风老钱风的那个味道就对了。 OK， 上衣呢所有的纽扣都可以开啊，上衣所有的纽扣它就是这样子按压的，所有的纽扣都可以开，只要你没有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，还是刚刚好啊，穿上去都不会造成爆纽。OK， 裤子的话就是这样子的，你可以买分开买啊，你可以单买上衣，单买裤子啊。OK， 然后可以不一样的尺码、啊。后面裤头整件是有 rubber elastic 的，前面它一样啊，它的腰带是 attach 在那边，拆不了的啊。OK， 前面拉链加纽扣，然后这个腰带它是 attach 在那一边了的。OK， 后面是这样子的。Overall 整体穿起来，它裤子 more toward carrot cut 的就对了。整体穿起来，它应该是属于一个 angle length。OK， 来转后面是这样子的。我身上这个颜色很特别啊 ，silvery gray。OK， 我身上这个是 silvery gray， 它有一点带银蓝色这样子。它上衣还有一个穿法，来我把纽扣开掉，先来一下子啊。你可以像一个这样子 V 领的款式 ，OK， 因为整体它穿高的时候，它就很像一个的呢，然后你把它开掉了，它就形成一个 collar 这样子的款式就对了。就算你开多一粒啊，它会更大的 V 字，可是一样不会造成走光啊，是不会的。Okay， 它的纽扣是非常的，它里面还是整齐的、啊。是说 okay， 这款式啊，撇开黑色的话，另外三个颜色都是属于比较浅的颜色啊。我想就是说，你们如果找着比较高品质的一些款式，这一套不要错过，全新的款式来的哈。不管它就属于这样子不服帖的 ，OK， 因为它裤子的款是属于 more toward carrot cut 的那个版本 ，OK， 跟着助理的尺码，现在助理穿。对，我是穿 M 啊，一整套我都是穿 M 啊，裤子上衣我都是穿着 M size 啊 ，OK。那么上衣如果你们尺寸跟我一样，上围94可以没有问题。我的我放的也是说 M 是到94，穿上去我是有一流空间给你了的哈，穿就是不会勒，不会压胸，也不用担心爆扭的问题嘛。OK， 所以说裤子方面，这个腰间的话还可以再拉伸哦，一样裤子跟着我们提供的尺寸，如果你们能接受贴身哈，多个两 cm 肯定是没有问题哈，否裤子哈。所以说这个裤子穿到我身上。腰拉伸有空间，臀部肯定是有啊，因为它是属于一个 carrot cut 的款式。这个呢，给那些说臀部比较丰满的，可是你又想穿修裤款的款式，这个就非常是整体啊，它腰贴的话，然后它臀部啊，然后裤款是不贴的哈、啊，它是这种比较就是说偏向于 carrot cut 的一个裁剪，整体裤款不是贴身，臀部也不是哈、啊、这个款式哦。所以说我是穿的 M 啊，上衣裤子跟我的尺码的话，你是需要 M size， 我一整套都是穿着。显瘦的话，没有那雪蓝这个颜色就是我身上的配色。或者是那个卡。啊，对，所以说要比较老钱风的颜色啊，这个卡 ，OK， 我建议你们带走这个颜色哈，有一些 size 没有了的话，我们要去看哪个 size，OK，、okay? 所以要比较老钱风的颜色，会选择这个卡。所以说颜色方面一样，我不会推荐说你带走哪个色，因为四个色都各有各的好看，就看你自己本身想搭出来的效果。那么这样子，你就可以等上衣跟裤子带走不一样的颜色，没有问题啊。OK， 上衣什么裤子？ATH 50啊，上衣价钱是119啊 ，OK， 有厂家规定的卖价，这样子一样，他们一些他们去到店面的话，他们价钱可能会来个乘二啊，因为我们的价钱是厂家规定最低的卖价，119，厂家最规定最低的卖价，所以说喜欢高档的高档次的款式，这一套不要错过哈。来，身高是160，穿起来它的裤子
我是穿着 M 啊，是到刚好脚踝那边可以 touch 到脚踝那边哈。这个款式啊，我是穿着 M 哈。来，我换的是一个 champagne beige， OK， 我身上现在穿的是 champagne beige， 只要整体穿起来非常高档啊，带你穿你的是 silvery gray L 流的。对了，想找高档款式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有一批顾客就是专找比较 premium quality 的 premium， 这 premium 款式，这些都非常的适合哈。它上衣很特别，其实我这一件呢，我自己收了它的 silvery gray 的上衣，因为这个 silvery gray 啊，我们之前也卖过一个很类似的颜色，它显白的来，它不是，它有点银蓝银蓝色啊，整体它穿起来是非常显白的，就对 ，OK。我现在身上这个是 champagne beige， OK， 想要显白，另外一个是想要比较日系韩系的，这个色系就非常适合。那么它上衣的长度啊，你的 size 越大，它的长度会比较长哈、啊，所以说它大概是说S 到四十多，哎 ，M 的是48，来。纽扣扣完啊，它就像德德内，然后开两粒的话，它就形成一个小 collar， 就算你开三粒的话，它的 V 也不会说走光之类，是不会。因为最近我瘦了啊，我上半身这边很瘦啊，我很想穿那些衣服盖着这边啊，我不想给人家看到我这边的骨头 ，OK？ 因为我感觉到我回到23岁的那个体重了，我感觉到我回到23岁的体重。因为我之前有几条短裤啊，很小的，我后悔我把它丢掉了，我可以穿得到，可是那件 L 牌子的还是穿不到。来，上衣啊，长度方面 size 越大它会更长哈、啊。对了 ，S M L 它是像加三的 ，L 和 X L 就没有，因为50一定是够长哈、啊，所以说 S M L 的他们跳的长度是每个 size 相差一个3cm， 就你看我们主播穿身上啊，我的会长比较多，因为它是 S 长、啊。主播身上很好，肚脐啊不会太短。回走关。我的是肚脐以下了的哈，其实我的你看 M 长它比较长。它 cover 比较多。对，所以说每个 size 长上衣的长度它会跳个3cm 哈、啊，只是 L 和 X L 就没有，毕竟已经到51cm 哈、啊。所以这一整套啊，我的尺码选择 L 和 L 不要，很帅气的其实。对，全新的款式啊，所以说要跟以往不一样的，要买一些比较时尚的、比较前卫的款式，这一套非常强烈推荐，因为也是之前是完全没有过，不曾有过哈、啊、这样子的款式，棉麻是第一次、okay ，加上它是用棉麻 linen 非常好的 linen， 它这个的 linen 面料是微弹啊，这样子 linen 面料外面真的是要大几百哈、啊，只是上衣罢了，可能一套就去来到一个500-600。不夸张，因为它的面料这质感跟我们以往的棉麻都不一样哈。OK， 先声明啊，它这边的口袋是假象啊 ，non functional 的。我是穿着 S， 然后再三声明说一次啊，它的裤子是属于 Carrot 的。啊 ，Miss Kim， 如果是看你的看重量哈、啊，因为东马的最近运费提到太贵了。看重量最少就是说一件一到两件看啊，有些是一件就需要15厘米，它只要一超过1公斤，我们最少要给家里个20，对，最少20啊，对，它多了0.01都好啦，它会直接收到我个7块钱哈、啊，所以说东马的我们是 depends on 你买的那个重量，那个重量哈、啊。OK， 基本上啊，裤子先声明多一次啊，它就是这样子宽松的，不要买了之后，哎，为什么整体穿起来这样子松松垮垮？它的 carry 看的。就是这样子的 ，OK， champagne color， 一套的价钱，上衣是119是吗？对，上衣119，裤子是159，你可以分开单买上衣，单买裤子，还是买不同的颜色、不同的尺码。这个价钱带走物有所值啊，因为我们是跟着厂家给我们，我们是给你们最低的卖价了哈 ，OK， 最低的卖价，上衣不可以卖低于119，裤子不可以卖低于159，所以说价钱方面是最低的价钱了哈。就说这个厂家呢，颜色方面它比较多选择 ，OK， 它有4个色给你选。那么上衣方面，如果你们要黑色 ，S 没有了的啦，其他的呢，有些颜色就是剩做的1到2件，所以说确保拿到的话，直播下单啊，确定要的话，你们直播下单一样啊，这些请看好好来哈、啊，确定真的要再下，因为我们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，利润是非常低的，所以说请检查好你要的。请考虑好你要的颜色，然后看好好尺寸再下单啊！谢谢大家的合作。所以说，介绍完上衣，我们会介绍裤子哈。因为我一次过了啊，一次过了，只过了。所以说，你们要裤子的话，因为你是裤子。没有啊，我以前的裤子。
就是裤子啊是 APJ 三十三啊，要裤子的话滑下去看，它的尺寸是 APJ 三十三 ，S 到 M 啊 S 到 XL 啊。那么你们可以看裤子的尺寸，我你会觉得会比较大，因为 S 到七十 ，M 到八十，是因为它是可以拉伸的关系哈。穿在主播身上不会松，穿在自己身上一样是不会松哈。给你们微松的话，你们纽扣可以把它扣另外一边哈。OK， 你等一下这样子扣吧。这个是主播哈，主播的腰是多少？68。六十八穿在我身上不会松，因为它是可以拉伸。如果你非常瘦了，教你们怎么扣来。把这个纽扣啊搭过去第二个，是它这个它有两粒纽扣在这边，你可以这个扣去这边，它会更紧。OK， 会更紧，它不会看到。对，给那些说你是比较瘦的话，你们可以这样子来穿了。就说四个色里面，你要比较老前锋，要比较复古，然后很帅气的颜色带着主播身上这个 OK， 卡其，主播是卡其色啊，所以说颜色方面四个色各有各的好看。各有千秋。总之这个面料棉麻面料很舒服，很 soft， 很柔。裤子很多时候外面的厂家他们有做来，你可是一半而已啊，可是这一件是整条啊。对，因为它是批到去外国的嘛，加上说它是比较高档的，所以说它才会做到这样子哈。来，主播身上要比较老前锋的，要比较属于帅气的颜色，然后带复古的，选择卡其色。主播身上这个卡其啊，不用怕安闭动太大会走光之类，是不会啊，可以是不会，助理穿也不会。忘了上衣你是卡码的话，拿大不可以拿小啊。上衣卡的话，必须拿大不可以拿小哦，因为呢。它的上围它是一整排纽扣的关系啊 ，OK， 就是上衣，如果你的上围是90是91的，你不能拿小啊，你必须要预留空间给你啊。我的上围是94 ，OK， 这一件我就继续到我的三，因为我你看啊，我还要顾虑到有时候我们手这样子会动作，可能大动作嘛，它就刚刚好不会撑开啊，它是不会撑开的，所以说。这一个啊，你们是跟助理的 size 啊 ，OK， 上衣94 ，OK， M 没有问题，有预留空间给你它。如果你是96或者肯定你要拿大，不要拿小，这样子分开就是说，你可能上衣可以拿 L， 哎，可能裤子你说它肯定比较大，你可以选择 M 没有问题啊，可以这样子来下单哈。你讲到我的想自留，这上身很舒服，非常舒服就对了哈，上身的效果哈。因为外面很多。棉麻那麻料是痒痒，这个不会，再加上布衣那个，你这个太夸张。哎，很少裤子穿布衣那个。第四。来，上衣的扣 ATH 五十，裤子的扣是 APJ 三十三，价钱。上衣是119，裤子是159啊 ，OK， 你可以分开买啊，没有就没有啊、没有强调说一定要买一套啊。昨天也是上衣卡其 M， 裤子一样是卡其 M 流的。你可以单买上衣或者是单买裤子，然后尺码可以不一样的 ，OK。先看多一次裤子的款式啊，裤子呢整件后面裤头啊，这边后面裤头是 rubber elastic 的、啊。后面裤头啦，被拉丝，前面是那个 belt 是搭一起，不能够拆的 ，OK， 不能够拆。面料是棉麻面料，最显瘦的话就是黑色 ，OK。对啦，可以试一试给你选啊。然后所有的尺码都过对啊，所以它这个是 S M L 到 X L， 最大到 X L 而已哈。OK， 这一期如果需要找这样子比较特别、比较高档的，比较高档、高品质的，这是这个非常强力推荐的一个款式。对了，全新的款式，全新的面料。Okay。卡其带复古，然后显白的话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 champagne beige， 或者是这个 silver。那么你要比较日系的话，你就带走这个 beige 啊，香槟色啊，可以 champagne beige 啊，这个比较日系的风格哈。Okay， 可以分开买就对了。OK， 这一个款 ATH 上衣是 ATH 50，裤子 APJ 33，没有的话就换下一个款。裤裙版这个是厂家的爆款来的啊。来，我一样是衬回这一件上衣，因为我们讲上衣你可以单买嘛 ，OK。学长记得，你们如果这一套啊 ，OK，ATH 50 APJ 33一套买直播下单，动。